这对我们那个明年 UBA 有非常大帮助。然后因为这次的琼斯杯都是我们第一次参加，然后就觉得这是很好一个经验。然后我们如果学习到那个别人的经验，然后放在 UBA 上面，我觉得会有很大帮助。我觉得我们要像前几场一样，就是没有压力，就是去应付他们。对，我觉得他带得非常好，因为他就很听从，就是我们三个教练那个助理教练的，就是很多意见，因为我们三个助理教练给他意见，他都会就是听进去，然后他会知道要怎么做。就除了球场上以外的磨合，然后私底下其实我们都也会就是一起出去啊，然后就是练完球就我们都会一起打屁聊天啊，对，正向帮助，就觉得因为自己就很喜欢打篮球，虽然就是前面一开始不是跑田径，然后后面就觉得打篮球就是我一直的梦想，就觉得可以继续打下去。